修身养性，品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由功夫哲品牌服饰冠名播出的教学视频，我是本期的主讲张教练。今天这节课呢，我会带领大家如何去用瑜伽球来训练自己的腰腹肌。如果呢你有什么问题，可以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 QQ 群总座和分座。如果呢你想学习到更多健康和养生的知识呢，可以关注我们功夫哲的官方微信平台。如果呢你想学习到更全面更系统的教学视频呢，可以来到我们功夫哲的官方网站进行交流和学习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。我们呢通过瑜伽球来训练你的腰腹肌呢，这次呢我会带领大家通过四个动作，由简单到复杂的进行训练，跟我来一起练。我们呢把脚搭在瑜伽球上，大腿呢稍微向前倾斜一些，这样的目的呢是为了让你能够更好的控制住这个瑜伽球的移动，这样对腰腹的训练呢增加了一定的难度。好，看我做第一个动作，我们把手呢向你的正上方伸，好，注意保持好呼吸。这个动作呢主要是练了你的这个上腹。上背部稍微离开地面就可以。我们做20个，OK， 结束。我们呢做完第一个动作之后呢，我们休息20至30秒。现在呢，跟我一起来练习第二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呢，同样我们把脚两条脚搭在我们的这个瑜伽球上，然后呢，你的这个大腿呢与地面的夹角呢形成90度的位置。我们要做的是呢，使你这个两条腿呢，在这个大腿面内做左右运动。我们呢把两只手臂侧平举着放在地上，整个后背着地。好，下面跟我一起做。一定要配合好呼吸。我们呢使两条腿运动到左右侧45度的位置就可以，可以呢稍微做一下短暂的收缩。好，再回来。我们呢用瑜伽球来做这个动作，比单独去做这个动作所需要的这个控制呢要更大一些，因为毕竟瑜伽球是在动的，我们呢需要腰腹付出更大的力来对这个瑜伽球产生一种控制的作用。我们会感觉到你的这个腹外斜肌呢有一种强烈的这种拉扯感，那这种感觉呢是对的。同样我们做上20个这一组。我们记住，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两只肩膀呢无论如何都不能像这样离开地面，因为这样的话呢会卸力很多。 OK， 第二组结束。我们做完第二个动作之后呢，休息20至30秒。现在呢，把瑜伽球自由放在地上，我们的两条腿的间距呢比肩略微窄一点。好，使我们的躯干呢尽量保持一个水平状态，臀部呢顶住瑜伽球的前端，我们的脊柱呢顺着瑜伽球的球弧自然的躺下去，头部呢不要触碰到瑜伽球。好，现在看我做第一个动作，我们把两只手臂呢放在胸前，这样的好处呢是不为了让你在这个起来的过程当中呢借力。好，开始。一定要配合好呼吸。这个动作呢主要是对你的这个上腹部和中腹部的腹直肌有一个训练，这样呢你单独做这个动作这个消耗的体能呢会更大一些，因为你现在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，你需要用你自己的腰腹力量来控制这个瑜伽球。你看我在做任何一个动作的时候呢，瑜伽球呢是尽量让它控制住不受晃动的。
15个，我们的这个躯干呢向上抬到45度的位置就可以。OK， 结束。我们做完第三个动作之后呢，我们休息20至30秒。现在呢，跟我做第四个动作。第四个动作呢，主要是练习了你的这个下腹肌。我们呢，把你的脚背搭在这个瑜伽球上，好，两只手呢撑住。我们是从团身到伸展至水平，再回团身。这个动作呢有一定的难度，下面大家跟我一起练习。我们回来的时候呢，膝盖尽量去找你的胸部。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呢，它的运动轨迹呢是一条直线，所以说呢需要你这个腰腹有很强的控制力。OK， 我们做10个。我们做完第三个动作之后呢，我们休息20至30秒。现在呢，跟我做第四个动作。第四个动作呢，主要是练习了你的这个下腹肌。我们呢，把你的脚背搭在这个瑜伽球上，好，两只手呢撑住。我们是从团身到伸展至水平，再回团身。这个动作呢有一定的难度，下面大家跟我一起练习。我们回来的时候呢，膝盖尽量去找你的胸部。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呢，它的运动轨迹呢是一条直线，所以说呢需要你这个腰腹有很强的控制力。OK， 我们做10个。好，我们呢整个第一大组的训练完成了，我们可以休息30秒至1分钟的时间。好，现在跟我进行第二大组第一项训练，我们开始。做的时候呢，动作要领一定要记熟了，一定要配合好呼吸。这一组完成。这个动作完成之后呢，我们休息20至30秒，跟我们进行第二个动作的练习。我们开始。我们在做的时候呢，一定要配合好呼吸。还有4个，3，加油，2，1。 OK， 这就结束。我们做完第二个动作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进行这个第二大组的第三项训练。我们呢同样
瑜伽球呢自由放置，通过你的腰腹呢对它有一个控制，跟我一起练。还有三个，OK。现在呢，跟我进行第二大组的第四项训练，我们开始。到现在呢，我们整个第二大组就结束了。现在呢，我们休息30秒至1分钟的时间，跟我进行第三大组第一项的训练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现在开始。OK， 这组结束。现在呢，跟我进行第三大组第二项的训练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始。加油，坚持住。还有四个。三。二。最后一个。OK， 这组好。现在呢，跟我进行第三大组的第三项训练，开始。还有三个，加油！三、二、一 ，OK。现在跟我进行第三大组的最后一项训练了，加油，开始！
一定要保证球的这个运动轨迹呢是一条直线。最后一个，OK， 这组结束。我们整个三大组的这个瑜伽球腰腹训练的任务呢已经结束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拉伸一下自己的腰腹，有种这种撕扯的疼痛感。好，我们的这个大腿呢，胯部以上的位置呢，尽量离开地面。向前拉伸一下，拉伸完之后呢，我们再压一下这个并腿的体前屈，做一下拉伸。好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可以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 QQ 群总舵和分舵。如果呢你想学习到更多健康和养生的知识呢，可以关注我们功夫者的官方微信平台。如果你想学习到更全面更系统的教学视频呢，可以来到我们功夫者的官方网站进行讨论和交流。 OK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